到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issy， 佢系 Melody， 今日玩。好得啦，朱古力。唔到我。得啦。俾我先，我嚟得。唔系啊。电脑上有手机低头。啊，你开住咪好唔好啊，小朋友。小朋友看看你的朱古力先好不好？我們今天買了這一款的比卡超朱古力，它是一隻朱古力蛋，裡面呢有很多款的寵物，但是有玩具的，是啊，裡面有玩具的。 Sibi 最喜歡的就是，你看看後面有這麼多，你最喜歡的那隻是哪隻？你拿給小朋友看看，就是這隻 Funny 了。他希望今次這個裡面都有的，我看過，看看不知道會不會中到裡面那隻 Hebunny 呢。我們一起開給小朋友看看好不好？好，yeah， 那我們開了。我還沒開，妹妹我們都開了好不好？我真的開了，耶，來搣一點。哎呀，你又有蛋蛋喎，紙就放在這裡。我們不吃紙的，我們一會兒才吃好不好？朱古力，兴奋啊，妹妹，系咪兴奋啊？好啦，你自己搣啦。佢哋蛋蛋摆好佢，系啦。晴晴想食啦，已经。我哋搣开佢先，好唔好？我哋搣咗佢先。哦，咁样。系啊，啪啪啪。耶！得啦，得啦，得啦！哇！我們有兩個蛋蛋了喔，是嗎？開 Melby 那個先，還是開你那個先？我那個。你那個啊？好啦，開來看看是什麼來的。不行的。你的手錶。不行的。什麼來的？我們還有這個是什麼？它有這麼多款的 Pokemon 的喔。哎呀，見到 Hebunny 啊！係啊，見到 Hebunny， 我哋今日第一個中咗呢個。會唔會中咗？噔噔噔噔噔噔，呢只係咩嚟㗎？傻鴨嚟㗎！呢只傻鴨咩？你同我講過㗎，呢只叫咩名啊？之后咧呢边咧就呢个咁样佢冲就插落去，之后咧呢边佢揸住个盾嘅，呢个系个盾牌嚟。噔噔，就系咁嘅样噶啦。今日我哋中唔中到 Hebunny 啊？中唔到喎，咁我哋希望下次中啦，好唔好？好。好啦，我哋一齐拜拜小朋友啦！一二三，拜拜。呢只 Hebunny 中唔到啊，好丑啊，冇啊，只劲大只嘅，晴晴系咪？中唔中意 Hebunny 啊？我有。